还有各位中心最可爱的小朋友，大家早，大家好。哇，校长呢都快坐不住了，因为闻到好香的味道，又听到好棒的音乐。今天呢是一个呢感恩和忘年的一个餐会，那非常高兴，今天呢学务处呢规划了这么好的活动。那上个礼拜啊，上上礼拜呢，其实辅导室也有感恩的活动，一连串在进行。所以呢，校长呢，今天首先呢，就要来感谢一下这一年来，我们谢谢林会长率领的家长会，也谢谢我们志工队林素斌林队长率领的爱心志工队对于学校的付出还有帮忙。同时也要谢谢学务处这一次呢，在庄主任的领导之下，办了这么好的一个感恩餐会，还有辅导室李主任的规划，很用心的来准备。也谢谢教务处跟总务处，还有幼儿园以及所有中信的教职员工，大家的努力付出一年了，大家辛苦了。小朋友用掌声来谢谢这些为我们付出的所有的人。那最后呢，校长要谢谢的呢，要谢谢我们的小朋友，谢谢我们的小朋友这一年来很努力的学习，很用心的进步。校长看得见大家的努力，看得见大家的进步，也谢谢现在参与的所有的家长，谢谢你们对于中信国小的信任，对于中信国小的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中信国小的小朋友会表现得越来越棒，对不对？对，好棒。那校长就越来越有信心哦，因为等一下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林会长，我们志工队的林队长，还有我们教务处梁主任，我们学务处庄主任，我们总务处副主任，我们辅导室李主任，还有我们幼儿园胡主任一同上台，我们要一同来点灯。听说这个灯哦，有一个巧妙的设计，就是说呢，我们八个人呢，如果没有一条心，这个灯不会亮。想不想看？想。等一下就来测试啊！等一下校长邀请的七位呢，我们对于中信最关心、最支持、最努力、最用心的队长、会长、老师们，我们的有没有一条心？也希望中信从大人到小孩，我们都能够一条心，努力的学习，努力的求进步。现在我们就邀请林会长，掌声。林队长，林书记，林队长，掌声要继续哦，不然他们都不想上台。梁主任，梁主任，梁主任，有没有掌声啊？都没有听见，加欢呼声。庄主任，庄主任，副主任，副主任，掌声不够大，欢呼不够大，不会上台哦。林主任，林主任，胡主任，啊，胡主任在哪里啊？要跑步哦。
今天的活动我们就开始。好，谢谢校长为我们勉励，然后为我们点灯祈福。相信在校长、会长还有队长跟我们所有主任的祝福之下，中心的孩子会一天